今天我们看见的经文是《创世纪》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平安唱诗班的献诗和灵犀管弦乐团的演奏。接下来请一同来听李老牧师的创世纪讲解第二十三讲，地球创造第二讲。亲爱的各位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至圣殿各位圣徒，全世界通过因特网做礼拜的所有圣徒，各位即兴观众，今天是创世纪讲解第二十三讲。上一讲说明了主题化经文里蕴含的属灵的含义和属肉的含义。属灵上含蓄地表现了路西弗的叛乱和那当时的神的心，还有直到叛乱平息为止的情况。属肉的含义上，神创造刚做人类之基地的地球的过程蕴含在这节经文里。父神创造地球时，先按照属肉的秩序打好基础，然后把从神的宝座而流出的生命水流入到地球，覆盖了整个地球。地球像在羊水里面的胎儿一样，浸在生命水里面，等待着六日创造的第一天。介绍与这初期地球的样子有关联的有趣的两个资料。我曾说过羊水的成分和海水成分差不多。五种主要矿物质在羊水和海水中的组成比例大致相同，当然羊水中除了矿物之外还有其他成分。这里的五种矿物质是钠、钾、氯、钙、镁。矿物质元素比例相似，因为这种五种成分在矿物质这个范围内各自所占的比例相似。但是海水的绝对矿物质成分含量是羊水的四倍。如果说羊水一升羊水中含有约三克钠，那么一升海水则含有约十二克。因此从等量的海水和羊水来看，矿物质的成分比例相似，但各成分的浓度是海水的四倍。因此将海水稀释四倍，矿物质含量与羊水相似。起到保护孕育生命作用的羊水和现在覆盖地球表面 75% 的海水的矿物质成分比率如此相似，不是偶然，而是神创造旨意。怎么会如此相似呢？所以大家要知道，孩子们在羊水里长大，那么地球被海水覆盖而诞生。而且我们甜水和这种成分一样，蕴含着神的全能，彰显如此惊人的意志做工。还有一点是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的话语，早期地球并不是岩浆海。大约150亿年前，宇宙在一个点状的状态下发生大爆炸，此后不断膨胀，形成了现在的宇宙，这被广泛认为是标准宇宙论。说地球是宇宙空间里的气体和灰尘聚集在一起，诞生于约45亿年前。科学界就关于原始地球形成过程的现有理论如下。早期的地球随着小天体碰撞和结合而成长，在此过程中地球表面变成了
岩浆海。从那以后，经过数亿年的时间，指标逐渐冷却。大约38亿年前，地球完全冷却了。但是与原始的地球理论不同，新的研究结果于2008年12月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克·哈里森教授研究组发表。早期的地球的样子并不是岩浆海。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地球，大多是因为爆炸。地球呢是从太阳分离出来，月亮从地球分离出来。地球本来是火球，经过很多年的岁月冷却，表面变成地面了，而现在也仍在通过地震和各种火山爆发来证明。但如今我们学生是不这么学。也不是，正如神所说，月亮既不是从太阳分裂出来的，月亮也不是从地球上掉落下来的。那么正如神所说，地球呢不是从太阳中落下来的，而是最先被创造的，而且不是火也不是岩浆，而是被海水覆盖。那么原来呢不是海水，而是被水覆盖，就像羊水里的孩子一样。因此随着科学的不断发达，在以证明圣经的正确性。各位圣徒，在希伯来书3:4也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从看起来破旧的茅草屋，到世界最高的828米的哈利法塔，都有建造的人。世界上最高层就是高是828米。没有一个是偶然自己产生的建筑物。如果有个人指着一个建筑物这么说，会怎么样呢？那建筑物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空中的灰尘堆积而形成的。那建筑物是在很久以前火山爆发时从天上掉下火山灰而偶然形成了那个样子。那么会有人认为啊，对呀，有可能是那样变的。有人这样讲吗？当然会认为是在开玩笑。但是比建筑物更复杂并在正确的秩序当中运转的地球却有人主张是偶然自己形成的理论。说是在什么时候宇宙曾有过大爆炸，因此先形成了太阳，那之后形成了太阳系的行星。但是实际上按圣经里的记录，地球是最先创造的，之后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地球已在6日创造以前所创造，太阳和月亮与星星是在第4日创造的。因此创造地球的当时，银河系除了地球以外没有任何星星。银河系外有星星。在以赛亚书40:26说，你们向山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是谁创造的呢？是自然形成的吗？偶然的吗？大爆炸吗？是因为会积堆尘吗？按数目领出，他依程起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是带着分明的目的和意图创造了地球。即使建造一个建筑物，大部分都有设计者和设计图。像这样，神在创造地球时也带着完整的设计图。那设计图不是画在图纸上，是在神的心里。
神按那设计图以惊人的智慧和创造的能力创造了地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在证明宇宙有多么秩序井然的运转。以谦卑的心仔细看科学技术说明的客观的事实，就能领悟到创造主的存在，就能知道绝对不是偶然就那么成的，是谁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目的而那样创造的。对此，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看不到神的永能，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是说借着神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神所以没有相信，不能找借口。只看我们人呢，也可以知道，有双眼、鼻子、鼻孔、嘴、双耳、脸，还有位置选定，无论是黑色、白色、黄色皮肤都是一样的。那只有人是这样吗？动物也是一样，那位置选定和人呢都是一样的。难道动物的鼻子就长在别的地方吗？大象的鼻子也在眼睛和嘴的中央，位置选定的也是一样，长颈鹿个子再高了也是一样的。同样鼻孔也是两个，大象的鼻孔也是两个，位置也是一样，鸟也相同，昆虫也是一样，鱼也是一样，如此众多的动物如此相同，怎么能说是巧合呢？怎么能说是进化呢？这是根据创造主神设计而形成的，而且从自然法则运转的一切来看，我们能知道其中蕴含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在审判日，谁也不能找借口说我不知道神，所以没有相信。虽然这祭坛上彰显很多神迹奇事和全能，但仍有人不相信。即使大家传道，也有不信的丈夫、不信的家人。地球上有很多神的创造证据，在那其中给大家介绍几个。第一，地球的大小。如果地球的大小比现在小10%，那么生命体就不能活在地球上。如果比现在小，重力就减少，围绕地球的大气层也缩小。空气起到调节因着宇宙的影响而造成的严重的温度变化的作用。所以大气层缩小，其结果地球不是被冰雪覆盖，要么就会变成沙漠。创造主神为了在这地球上造成生命体可以生存的环境，以现在的大小设计而创造了地球。再大一点也不行，再小一点也不行。第二，地球和太阳之间的适当的距离。太阳系里有以太阳为中心的8个行星，按照离太阳的距离从小到大，它们依次为水星、金星、地球。就说离太阳最近的星星是水星，然后是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以前冥王星也是行星，但在2006年被除外。太阳的表面温度约有5700度，来自太阳的辐射能量，也就是将太阳能传达到太阳系的行星那里。因此行星离太阳越近温度就越高，离得远温度就低。
例如，比地球还要接近太阳的金星，平均温度超过400度。所以那里有什么样的生命体可以生存呢？400度的话会烧焦的，100度也会烧伤，400度怎么能生存呢？还有比地球离太阳远的火星的平均温度是-40°C。地球比火星近，但离太阳很远，所以平均温度是-40°C。所以生命体能生存吗？并且火星的温度温差很大，火星的赤道部分在一天当中温度最高达到30°C，最低降到-80°C。在一天的温差就这样大的地方，人是无法生活的。我们地球的温度差异再大，大概会有10°C到15°C的差异。夏天最热的时候，晚上凉爽的时候也差很多，会差大多是15°C左右，10°C、15°C或者是1°C、2°C、3°C左右。相反，地球的平均温度约是15°C。但是如果地球平均气温只上升2°C，地球极地的冰块就会融化，会导致生命体的30%灭种。地球的平均气温只上升2°C，极地的冰块呢就会融化，会导致生命体的30%灭种。如果上升5°C，美国的纽约和日本的东京会淹没在海底，我们国家的木浦也可能会被淹没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知晓这一切，定下了生命体能生存的程度的地球和太阳的距离。知晓一切，把地球和太阳放置在最适合的位置。当然，因为太阳在创造地球之后所造的，所以是以地球为标准定下了太阳的位置。太阳系的所有行星以太阳为中心，以一定的周期绕一圈，这就叫公转。我们一起学习自然吧。地球的公转周期是一年，地球以太阳为中心，公转的轨道几乎是接近圆形的椭圆形，365日。神让地球的公转轨道接近圆形，使一年的温度变化在适当的范围内调节，能够调节。根据季节有温度变化，在冬天或夏天也能在生命体生存的范围内调节。第三，地球的自转速度和自转轴也是神的创造证据。地球一天转一圈，这叫自转。365天绕着太阳转一圈，这叫公转。但是这自转速度也是按神的设计而定。如果自转速度比现在慢10倍，那么所有植物在晚上就会冻结，白昼就会被阳光烧毁。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倾角为23°5，大家可以知道是极为倾斜的，这也叫地球自转轴。简单的说，地球不是笔直的站立，而是以稍微倾斜的状态自转并公转。如果地球不是这样倾斜，那么四季就会消失，因此结果上成为生命体很难生存的。
环境。第四，地球上有保护膜。太阳系的行星是从太阳那里得到光与热的供应。但是太阳还一同发射对生命体有害的带有放射能的小粒子，这叫太阳风。如果这太阳风直接接触地球，地球上的生命体就无法生存。但是地球上有能够阻止这太阳风的安全装置。简单的说，地球其本身就有像巨大的磁体一样的性质。班艾伦辐射带包围着地球，隔离太阳风有害的放射线。神为了在地球上耕作人类，如此设置了安全装置。还有一种安全装置，那是臭氧层。臭氧层大多分布在距地面25公里的上空，太阳光线中的紫外线绝大部分被该层吸收。所以说在人居住的60里外，人一晒太阳皮肤就晒黑，这就是因紫外线的缘故。如果在臭氧层不吸收这紫外线，人体会遭受紫外线过度的照射，那么人体会诱发皮肤癌等严重的疾病。但是因臭氧层吸收紫外线，所以只有一部分到达地球表面。照射一点的紫外线会对我们人体生成维生素 D 有帮助。地球的大气层也起保护膜的作用。其实从宇宙空间，每天有数千万个陨石以时速18万公里的速度进入大气层。这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吗？即使再小的陨石，但是落下的速度非常快，所以陨落会给地球表面带来极大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的陨石在大气层里被烧毁而消失。那么大家看天空，有时会看到流星雨落下，接下来掉下来之后呢，进入大气层被烧掉。不然呢，如果直接掉到地球上的话，会砸到头，房子呢也会倒塌。只是偶尔有还没有烧尽的陨石会落到地球上。所以到现在呢，仍有人只在寻找陨石。在美国，在沙漠地带，仍有人只在寻找陨石。那么如果发现那一个呢，虽然价格不会像黄金一样贵吧，但是因为可以卖得很贵，所以也有人只在寻找陨石。如果数千万个陨石落在地球的各处，这也会给生命体带来有害的影响。父神如此在地球上创造了各种安全装置和保护膜，使生命体能生存。相反，与地球的大小几乎差不多的金星根本没有这样的安全装置，因此直接暴露在太阳风或是紫外线一样的有害的成分下，所以生命体无法生存。再说明一个是神创造地球的证据。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我再说明一个。第五个证据就是水。上一讲也说明了有关水的内容。在全宇宙中，除了地球以外，没有找到有充分的水可以让生命体存活的地方。水真神奇。水不同于其他大部分物质，固体的密度比液体的密度低。
固体的密度比液体的密度低，那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这就是说，体积同样的冰与水当中，冰要更轻。也就是说，在体积同样的冰与水当中，冰是更轻。所以把是固体的冰放在水里，不是沉淀在水里，而是浮在水面上。若是冰沉淀在水里，那么极地海洋里的生命体就都会死掉。正如在前面说明，冰是固体，但水更重。但是水成分冰，水成为冰就浮在水面上，所以极地的海也从上面开始产生冰层。因此与外部隔断的水里反而能维持零上的温度，因为水里面是温度是零上，水面冰块呢可能会达到零下15度、16度，但是水里面的温度是零上，所以鱼呢可以生存，北极的南极呢也会结冰的。即使温度达到零下40度、50度、70度，鱼也不会冻死。因此原理在极地的海里也能有生命体生存。因为冰是固体，但比水轻，所以会浮起来。如果沉下去了，那么鱼就会冻死。现在理解了吗？深海使地球的海水含有适当的盐分，这是为了即使岁月流逝也不让水腐败的神的智慧。积水腐烂是基本的常识，装在器皿里的水时间长了就会腐败。地球的水也是盛在叫做地球的这大器皿里的积水，所以随着岁月的推移，海水也会腐败。但是海水里有盐分，能防止腐败，也就是说盐可以防止腐败。河水是流动的水，所以不需要盐分，但是海水是积水，所以需要盐分。当然因着涨潮和退潮的作用，海水也不会腐败，因为有月亮才出现涨潮和退潮的现象，神用地球的卫星创造了月球，也是因为地球上一定必要。关于月球的创造奥秘，在讲创造月球的部分里仔细说明。也就是说，月亮也不能比现在的位置高或低，神把月亮放置在了最准确的位置。如果很高，地球就不可能存在生命体，再低也不可能存在。神把月亮放置在最合适的位置。以后在说明月亮的时候呢，会说明。各位圣徒，神带着分明的目的和意图设计了地球，并以惊人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地球。仅从至今为止说明的来看，神是在惊人的智慧当中为了人类耕作这样创造，这怎么能说是巧合，怎么能说是大爆炸变成这荒唐的话呢？神创造地球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耕，为了制作成就人类耕作的最佳环境。另一方面，除了地球以外，其他行星没有必要有生命体存活，所以神只创造其形态之后就再也没有行什么。但并非是其他行星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其他行星在各自的位置，所以太阳系整体能形成均衡，也给地球起到适当的影响。心地真正善良的人，只要看到这样的事实，就能领悟到有创造主。
창조주가 있음을 깨달을 수가 있습니다. 저절로 지구가 自然然的쭉 이라지 하나 둘 셋 넷 여러 가지가 지구만 이렇게 그 많은 별들이 있고 또 태양계 외에 별들이 있는데 오직 지구만 그렇게 낫겠습니까? 그 지구에는 刚才说了这地球一二三四点적당한햇볕또물我地球上有适合生命体生存的阳光和水，除此之外还有生命体生存的一切。要承认地球是由全能者精巧创造的。亲爱的各位圣徒，为了完全理解主题经文里的地球创造和今后将展开的六日创造，也要同时理解实践的概念。科学家们说地球约有46亿年的历史，相反，相信创造论的人们说是6000年。现在也仍有这样的人说只是6000年。因为人类工作6000年，所以呢会遭到攻击，还有加上地球的所有地质分明是超过6000年的数亿十年，但如果坚持说是6000年，那么如果说不是的话就会认为是异端。不能提出那种不合乎的主张，就是因为太不懂圣经了。在这两种主张中究竟哪一个正确呢？并且神在仅仅六日的短暂时间里是怎样彰显那么惊人的创造做工的呢？为了获得对此的正确答案，要知道属灵世界的时间流逝，属灵世界的时间流逝和这属肉世界的时间流逝不同。带有暗示性的圣经话语就是彼得后书3章8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在此也蕴含着神为了得到真正的儿女等待长久岁月的属灵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在告知我们神所在的属灵世界和属肉的世界的时间流逝互不相同。当然不是说一日如千年这两个世界的时间就一定是一日对千年的意思，是在说明时间的流逝有很大的差异。圣徒们要记住的部分是属灵世界和属肉的世界当中，属肉世界的时间属灵世界的时间流逝更快，属灵世界的时间流逝的更快。那么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些，这样以后说明很多事情的时候才能够理解。如此时间流逝的差异只在客观上看两个世界时才能感觉到，属灵世界的存在和属肉世界的存在在各自的空间里所感觉的一天的长短都是一样的。例如如果在属肉世界的存在到了属灵世界去度过一天，再回到属肉世界，那么情况就不同。虽然只在属灵世界过了一天，但是回到属肉的世界一看是过了一天以上的很长时间，就说过了很长时间。假设过了10年，属灵世界是过了一日，同样的期间在属肉的世界却过了10年。话又说回来，在属肉世界过了10年，就如同在属灵的世界过了一天。因此属灵世界时间流逝要比属肉的世界更快。圣徒们，下面说明有关时间概念第二个要记住的一点，在六日创造以前为止，这属肉世界也和属灵世界一样是同样的时间的流逝。也就是说，主题经文二节里出来的地球的创造做工分明是属肉世界的事情，却在属灵时间的流逝当中成就。
因此神创造了初期的地球后，使其淹没在生命水的期间。虽然属灵的时间短，属肉的时间却很长。因为地球本身是属肉的物质，所以即使是乘上属灵时间的流逝，属肉的年龄却是一样。科学家们说地球约有46亿年，不能说这主张正确，但地球的实际年龄很大，这是事实。虽然属灵的时间是没有多长，但属肉的时间却是有很长的期间。现在说的这期间是那样，今后还有一次那样的期间，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生活的期间，对此在今后重新说明。有关时间的概念，第三要记住的是，从六日创造开始，属肉的世界就承受了属肉时间的流逝。从六日创造开始，属肉世界就承受了属肉时间的流逝。我们就是承受了属肉时间的流逝。因此六日创造做工是以现在我们感觉的一天的时间概念经过六日而成的。神为何执意让这属肉世界从六日创造开始乘上属肉时间的流逝呢？那是为了侍从属肉世界的秩序。六日创造是属肉世界的正式开始，因此属肉世界里需要适合属肉属性的时间概念。那么我们去美国就要遵照美国的法律，去中国就要遵循中国的法律。因为开始了属肉的我们人类工作，所以创造也按照属肉的概念时间的流逝。那么那样惊人的创造做工怎么会只在一天内发生呢？例如创造第三日分为海和陆地，在陆地生出各种植物，并且第五日创造了鸟和鱼和飞鸟。这所有的做工怎么可能在一天当中实现呢？那是因为神把地球披戴上属灵的空间，彰显了创造的做工。一旦披戴了属灵的空间，在那里面就是乘上属灵时间的流逝。还记得在先用比喻说过的话吗？在属肉世界上需要很长时间的事，在属灵的世界是相当短的时间。在属肉世界需要很长时间，在灵界里需要时间会更短。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像这样能将时间的流逝快的属灵的空间披戴在属肉的世界，那么披戴属灵空间的部分就能乘上更快的时间的流逝。例如看圣经民数记17章，亚伦的杖还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果。因为乘上属灵的空间，所以从拐杖上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如果从发芽生长开花结果，那得花几年时间，但属灵事情会缩短这时间的流逝。大家正在经历无数次这样的体验，但是有很多人感受不到。在这地毯上体验过无数次，吃了花苞，开了花，结了果。在属肉世界里，即使有根基的树木，也需要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结果子。但是在圣经里说，木杖上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有了那么大的变化。就在那时，亚伦的木杖是披戴了属灵的空间，适用了属灵时间的流逝。这既然彰显许多创造的全能的做工也是一样。
例如有许多这样的见证，有人骨折接受了祷告，有人确认为了确认拍了 X 光片，但是骨头已经接上，连骨折的痕迹都找不到。在常识上，已经折断的骨要恢复正常需要几周或是需要几个月，但是披戴了属灵的空间，彰显创造权的做工，就在很短时间内恢复正常。六日创造的做工也就是以这个原理而成的。当然，从六日创造开始，属肉世界的全体是乘上属肉时间的流逝，但是在创造彰显创造的做工的方面披戴了属灵的空间，在那领域是乘上了属灵时间的流逝。对此在下一讲更仔细说明。亲爱的各位圣徒，这时间说明了神创造地球的证据和时间的概念。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大家相信吗？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神说就知道是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从有到创造有，而是从无创造有的，在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借神的话造成的。大家都相信吧？父神为了让我们能够完全相信创造的做工，彰显了许多创造的证据。不仅在所造之物万物栖息着神的能力和神性，还彰显惊人的创造的做工。并且对于创造做工，也如此仔细地给我们解析。所以希望圣徒们能完全拥有相信从无创造为有的属灵的信心。奉主圣名祝愿大家信心每天都能成长，一直达到信心长成的身量。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주옵소서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接受元老牧师为患者做了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新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的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暗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尽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些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
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爱就您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子女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臭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役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的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到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云、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泽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